见山是山，修者三种境界。见山是山一，神秀之见山是山际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执着外相，三心四相六尘，除去幻我原隐我，是有为的修道。直相的修道，众生凡夫见山不是山一，六祖之见山非山际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除去幻我原隐我，转换为真我，真我是无我执的我，是离苦得乐的真如我。无我执的我不等于无我，无我是空，住空的我是无法生般若心慈悲心的，因为他见山非山已知，四大皆空，五蕴非有，见空执空修道二乘声闻缘觉，见山还是山一，菩提树真如明镜妙观察，两物日常用，净识空根尘，扫三心去四相空十八界，进入无为的修道，不执着的修道，进入空而不空，无为而化的境界。只有无我执的真如我，才能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才能见山依然是山，因为一真心一切真相，因无所住而用其心，随心所欲而不逾矩，一真心一切真相，见山除去幻我原隐我，非山转换为真我，真我是无我执的我，是离苦得乐的真如我。无我执的我不等于无我，无我是空，住空的我是无法生般若心慈悲心的，因为他见山非山已是山。只有无我执的真如我，才能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才能见山依然是山，因为一真心一切真相。